哎，怎么还没到就停车了？我说一下，离那个露营地还有3000米啊，我们那个免费的车的行程就已经到此为止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有3个培养大家默契的机会，如果默契不好，你们需要走过去。 哇！有一个人跟我下车，你们谁管钱呢？谁跟我下车？我恨你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咱们那啥，咱们都拒绝下车。第一个默契，你来猜下一个下车的人不会是谁？不会是谁？对，猜中就可以往下继续。不会下来的哈。嗯。 不会下来的，我想想啊，不会下来。咱们都拒绝下车。啥意？请下第二个人。我们都下，那只能一个人一个人。哦，可能让你过去，女生之间的游戏吗？你看，我们尊老吗？ 恭喜达菲，你下来的很好。下一个不会下车的人是谁？下一个不会下车的，谁不会下车？肯定不是沙溢哥。你瞧，你看，肯定不是沙溢哥。请第三个人下车，绝对不是他。哦，你瞧瞧，<笑>出现了什么情况呢？杰哥为你打 call， 你来的特别棒。下一个人，下一个人，你预测一下不会是谁？不会是谁是吧？对，不会是谁下车。他们天天玩，咱们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我们总要达到目的，总得干点啥。我觉得不会是沙溢。<笑>沙溢在人民心中就是一个形容的印象呀！哎呀，因为沙溢的状态是这样的，他躺在那儿。沙溢哥，你去呗。谁去？咱都是猪。不是，这个游戏不是说看下车人，那太简单，它是里面过去做个事儿。哦，让那谁吧，张杰下去。好，那就快你去吧。他一直说咱不下去，咱们都赖在车上。来下一位。你瞧瞧，张一成，我去吧，我去。你预测一下下一个下车的人不会是谁？
了，谁下都是输。第五位下车。肯定不是沙溢哥。对，肯定不是。想送下吗？都可以，下吧。小宋，你来猜下一个下车的人不会是谁？什么？不会是谁？不会是谁？不会是沙溢哥。你才来了一期，送过去吧。来，请下一个人出列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谭燕姐去不？好，我。嘿。预测一下，下一个下车的人不会是谁？不会是谁是吧？来，说出来他的名字。要说吗？要说。大师说，大沙哥。哎，这个是神之默契啊。